现任县议员周君佑担任过两届吉安乡民代表、一届议员，这次寻求第五选区候选人连任，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喊出四号，势必连任，势必当选，并以青年魅力、阿美动力强调优质问政。现任的县议员周君佑这次也将寻求连任第20届县议员，在支持者的簇拥之下喊出四号势必连任势必当选的口号，并以青年魅力阿美动力强调优质的问政。很开心哦，终于要做过了两届代表，一届的议员，一共12年的一个经验，秉持着我们的青年魅力、爱美动力，跟我们的一个经验的传承，希望说为了族群、为了我们的福利，努力去争取，希望说四号势必连任、势必当选，感谢大家。周君佑担任过两届的吉安乡民代表，一届的县议员，这次的寻求连任，在参选者众多，7位将选出3席的县议员，竞争相当激烈。他也恳求乡亲能够给予抽中四号的周君佑，以青年魅力、阿美动力，让他能够再次的连任，为族人服务。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。